Hello，大家好，我是宋月。那我们今天呢啊，要来当忍者啊。来，这款游戏呢，就是我们模拟忍者的小游戏哦。我们只要用我们的手指在这边有没有滑啊，然后我们的忍者呢就会跳出去砍一下，把他砍死。非常简单的游戏啊。然后目前是要杀三个人，是不是？豁达啊，太轻松了。其实这个游戏后面应该是会有难度的吧？哦，像这个地方就有点难度了。我可以砍三刀啦，所以说我是这样子，然后再这样子。原来是这样啊，超赞！然后这是什么东西？我可以把木箱砍掉，是不是？我砍，可以可以可以，这个游戏还挺有趣的啊！斩这里，我把它压死，哈哈。然后这是怎样？我砍这个可以杀两个，是不是？目前感觉还是在教学模式，好不好？可以领那个，不要不要不要，我不要领。来，那总之我们就继续，好不好？目前的话应该是没有什么教学了。我只能砍三刀，那应该还行吧？哦，一刀就好了。原来砍人，然后掉下去也可以砸死，然后这个应该就这样子就好了。啊，错了，我懂了啦。我们其实有机会可以一刀砍死就一刀砍死啊。我要从右边砍回来。啊，为什么下面中了？我是不知道啊。总之随便啦。这是干嘛？这是干嘛？砍这个。哦，把它推下去，哈哈哈，太神了！哇，这游戏也是有够简单嘞。哦，这个不能切横的，切横的是白痴。我要这样子，哈哈哈。这游戏好好玩哦，应该是我近期玩数一数二好玩的一项手机游戏哦。这是什么？是 TNT，直接把 TNT 砍爆了。然后这个是砍 TNT 嘛，我砍人不就好了？哦，我砍人，他会跟我互砍啊。哦，因为他看到我的是这个意思吗？我会被挡下，是不是？我们要暗杀，如果是正面的话就没办法了，对不对？像这个地方应该可以吧？不行哎，所以说忍者其实是会抵挡我们的啊，有拿到忍者会抵挡我们的啊，这是干嘛？这是铁柱，这个是要让它斜过去，像这样子，它斜下去，差一点点，差一点点，可恶，这样子对不对？有了，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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哦，这个重量不错，有没有？那这是干嘛？砍这个，嘣，哈哈，哇，这好玩欸，然后这是干嘛？这样子，这样子，啊，这样子对不对？耶，他说他不会砸到我自己耶，这是要干嘛？这样子，他直接被自己挤死了。然后这是要干嘛？砍这个绳子吗？不是不是，这个是哦，我把这边切开就好了。哈哈哈，我就把他打倒，然后这是干嘛？他在这里，所以我要这样切，耶！啊，我人怎么不见了？这关没有我是不是？然后这是要干嘛？我要让他甩下去，对不对？说我要砍这根。啊，不是，我知道了，我两根都砍断吗？好像也不是，不然这是要干嘛？这样子，这样子，哦，我可以砍两下了，没事没事，下一关。这个是这样子，耶，下关，哦，我到张数二嘞，我已经玩完一张了，是不是？我看一下，真的哎，哇，他好多张哦，我现在才发现，我可以换皮肤吗？我可以换女忍者哎，女忍者感觉就很棒啊，我们当个女忍者好不好？选择，然后这些武器我一个都不能用，我太难过了，开始游戏。来第二张，这是要干嘛？我人没有出现这是怎样？我砍，我一刀就全中了，什么鬼啊？这个没死，等一下，有个没死的，搞什么鬼啊？我砍，这样有了吧？下关，我砍，等一下，我砍，什么鬼？哦，他飞过去砍炸弹，那是铁链，我砍不断，是不是？哦，这个是怎样？这个砍不断。所以我要干嘛？砍死他！哈哈哈，用头打死也太猎奇了吧！然后这是干嘛？这样砍，不是砍他？我砍下面的这个东西是不是？原来如此！啊，这个是要干嘛？我知道，我这样子砍，可以杀一个，然后另一个拉掉下去。我现在已经不是忍者对忍者了，我发现我现在是在暗杀一些保镖之类的。他好大根哦！哦，没事。不堪一击的，然后这是干嘛的？
我是要让他倒过来左边嘛，所以说我这样子。哎、欸，不是啊，哦，我知道了啦，不是啊，这样子，这样子，耶、yeah ！新模式解锁，忍者之心是什么意思？要不要玩看、啊？忍者之心是什么意思？忍者之心，脱翼瞄准射杀所有敌人。哦，我可以丢他是不是？哦，这游戏这种模式也是好玩欸。哦，不过先不要啦，我还是先玩原本的就好了。这个我目前是觉得比较好玩的啦。我砍啊，全部一起死。这是什么东西？这里有个东西耶、欸。我砍这个会怎么样吗？我砍了之后，他要把他炸过来打他。来，这是什么？砍这里，感觉还好啊，都差不多。然后这是干嘛？哦，我这样切对不对？哎哎，哦没有，我让他掉下去就可以了、啊呵呵。原来是这样啊！我砍呀！哦，他跌倒，他跌倒，哦，碎了，碎了，这样是对的嘛？砍这里哦 ，nice！ 我靠，这是鬼超大根呢、欸！砍这里，哇、哦！我真把他打飞！不要杀害人质，有新的东西嘞、欸！我就要杀，不然怎么样？不要杀害人质，我可以砍两刀啊，还行。他差点死掉哎、欸！来，这是干嘛？砍这个，哈哈，不行不行，砍这样子。不能杀害人质，好不好？所以有些东西我就不能砍哎、欸！哇，他们都比较高，然后人质比较矮，哇，这个矮就是有好处啊！这个，哈哈，哇，他直接吓到腿软哎、欸！我靠，这怎样？砍这里啊！等一下，砍过头了，哈哈，差点连人质一起杀掉。哎、欸，这游戏真的好玩哎、欸！这个是这样子，有了有了有了有啊！然后这是要干嘛 ？TNT 哦，我让它掉下来压。哈、哦、哈，哎、欸，我可以买了，跟我说我可以买了，我现在有6400，我可以买一个比较帅的东西，是不是？比如说这个，这个有够帅，买一下。这是要干嘛？砍这里啊！哇，这个有点帅、欸，跟我说。啊，我知道，我知道，我知道，我要先这样子，然后这样子啊，是不是？然后这是干嘛的？把他砍死，然后掉下去，耶、yeah! ！哈哈，连锁反应哎。然后这是干嘛？砍这里，呀、yeah! ！我要直接从眼睛穿出来是怎样？这个猎奇耶！我这是要干嘛？这干嘛？把他哦压这个按钮是不是？来下一关，这是干嘛的？我只有一刀，那就砍死他啊！啊，他只有一个掉下来。我知道了啦，我这样子不就好了，对不对？我在那边让他一个要掉两个，哦，这是什么东西？这是要让他跌倒。我知道，我知道这样子啊，不对，这样子，耶、yeah! ！太舒压了吧这个游戏。下一个，这是两根一起砍断，我直接打他头上。这个，哇，等一下我在干嘛？这样子，这样子。耶、yeah, 哦！他直接溜滑梯耶！哇，这关卡设计超棒！来来，我们这样子。哎呀，这样子，有了有了有了。然后这招干嘛？应该是要把上面这个地方砍掉了，这样子吧。哦，这怎样？这怎样？不是不是，应该不是这样，这样子啊。我在耍白痴，没这样就好了。我砍！哦，我知道我知道，这样子。哈哈，这跌倒是怎样？哦，这个比较难哦。这个要怎么让它掉下去啊？哦，有了有了，像这样就好哦。我要切的刚刚好哎、欸。哦，我会领星剑的，不要不要不要，那就做垃圾。有了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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，下去了。哦 ，nice。哦，后面的关卡其实有些有难度，就不是那么简单。看这样子。哦，我知道了，这样子，我要让它刚刚好才可以。有有，像这样子有没有消掉一块？嘣！哇！哦，我们第四张嘞，这是要干嘛、啊？这样子吗？
哦，丢下去是不是？这个是干嘛？这是要把它拉下去吧？这样子吧，拉滑下去。哦，那这个是要干嘛？把这个砍下去，嘣！这个应该也是差不多的东西啊，就拿它掉下去砸死你就好了。这是要干嘛？这样子。哦，有。哇，这个东西怎样？我还不能压人质哎、欸。哦，我知道，我这样子，这可以切两刀。哎、欸，我是不是打死人质了？哦，没有没有，没事。哇，这有个超大只的、欸，砍下去。哦，来，这是干嘛？我砍断一根脚可以吗？砍断一根脚，有了有有。这个是要干嘛？哦，我知道，我要连着他一起砍成两半。我操，这变两半打人是怎样？然后这个是要一长一短这样子，哎哎哎，这样子啊，哎哎哦有有有，金剑它可以加三哎、欸，加三有什么东西吗？不要，我是不要领，我不是智障，这是要干嘛？嘣，有了有了，然后这是怎样？然后掉下来，嘣，然后这个是哦，我不能够削到它，这样那很简单啊，这样不就好了？其实游戏大部分的关卡还是挺简单的、啊，我就是一划一刀就直接过那种。哦，我两个可以用啊，我知道，我知道，我把它推过去引爆，嘣！哎，有有 有，然后这个是砍这个，再砍，嘣！哦，我们到第五章哎、欸，这游戏有没有稍微玩个一下就第五章了是怎样？哇，这反重力装置哎、欸哦，我知道了，这样子，热气球升天。Yeah. 来来来，这是什么？又是热气球，是不是飞走？这个是真热气球哎、欸！来，我砍啊！那就这样子吧。啊啊啊！这是干嘛？这是干嘛？砍一刀？不是，砍一刀，一起下去吧，兄弟。然后这个应该就是让它掉下去了。等一下，等一下。我是耍白痴，我把它砍死就好了。哇，这个东西要飞走哎、欸，飞吧你，耶、yeah ！这一关哦，又是这种东西，要砍两刀啊。它可是这样拉到底没有用吧？这样根本不能切啊，所以我必须第一刀这样子，第二刀这样子，嘣！原来，然后这是在干嘛？三个一起砍，嘣！这个是要干嘛？我知道三刀哎、欸，我先砍这样子，然后切这样子，呀呀呀呀！我就是要打这个东西，而且我只能砍一刀哎、欸。等一下，啊，我知道了，我知道了，我这样子就好。啊，哇，好猛哦！这我都知道怎么过。来来来来来，这个是直接砍这个就好了。哈哈。啊，这个就让它飞走就好。啊，不对，这样子的、啊。来来来，那这个呢？砍这里。啊，这样子吗？哦，真的，我好猛、哦。然后现在是要干嘛？这应该随便砍都会赢吧？这个，哦，我不能让它掉下来，是不是？哦，到第六章哎，等一下，我玩了一百关哎，观众。我已经玩一百关了，全部都三星哎、欸，这下好输压、啊，我天啊！不过我们今天就先玩到这边好了啦，这个一百关也是啊，要玩一段时间的，你们知道吗？总之，如果观众喜欢这个游戏的话，好不好？帮我点个喜欢，点个订阅，我们就下一集再见喽，拜拜。